霍家多人祭拜赌王，霍金金、霍启刚十指紧扣，霍启山紧跟哥嫂向保镖，何鸿燊举行公祭，他生前相交多年的好友都有现身送别赌王，而其中就包括有霍英东儿子霍正环、霍英东孙儿霍启山以及私交甚笃的生前好友赵世增等人前来悼念。说起霍家与赌王一家可以是相交三代，赌王与霍英东不但是同学，更是生意上的伙伴。霍英东的大儿子霍正廷今天虽然没现身，不过明天他将会出席明天大殓仪式上致悼词，所以就派上儿子霍启山前来。作为霍家第三代的家族成员，霍启山不但是奥宇董事局董事，其实他与何家二代也是交情非常好。当年他还曾与三房的何超莲传出过恋情，在2016年两人被拍一起吃饭，不过事后三房陈婉珍出来表示他们两人只是吃饭谈公事而已。在公祭现身霍启山现身后不久，霍启刚和太太郭晶晶十指紧扣到场，霍启刚的弟弟霍启山则紧跟他们夫妻俩身后，挺拔冷酷的模样更像是守护哥嫂的保镖，这也是霍启山近年来鲜有的露面。大多时候霍启山忙于家族工作，不常出现在公众视野，